如果要坐的话，要不要给他一个椅子啊？林凡，Can sit here. 可以吗？哎呀，就坐 ，It's okay. 谢谢谢谢。王娇老师就直接，嘿，给我个凳子，坐着，先照顾，就感觉真的很心疼我们一群女孩子，从头到尾都是很照顾我们。你要吗？这是啊，我不要啊。OK， 你来。这个要测一下，我帮你测吧。啊、哦，好，谢谢。啊，老师你来测。Let's go rocket。谢谢谢谢。王嘉尔，好好。谢。王嘉尔老师就感觉他也挺绅士的，还是各方面，包括现在已经夏天了，我们希望能通过这种正能量传，要哭出来的那种感觉。你是不是刚才在舞台上完全就站不了了？就是不麻了。对。那去医院呢要就。已经很好了，你们转牛角尖呐、啊，给这么大压力，他们自己的一个过程中，就小时候比赛的时候，我爸跟我说，输的是他的，赢的是我。给我们干杯。我知道你很委屈，我知道你很委屈。我能看到，我能感觉得到，因为从头到尾我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双手拿肩。你是最危险的一个。那个危险不是那个坏的危险，是人家不知道你的极限到哪里。我上门，我上门。我吗 ？Yeah, man。大家好。我以为是我姐。没有，这是来看一下，别这么认真，这是干嘛呢？这是，别这样，真是。Let's go party. Here we go party time. Here we go party time. 很开朗，哎 ，No worries， 不用担心。不是 ，Here we go party time. Here we go party time. 说的话，人家不想去那个 party， 可以柔一点。那你说唱的时候，我听不到。大一点，那你要唱大一点。正好对，跟着我的听。重新来一次，重新来一次。这信号不好。就是没有钱买一个无试过一年感冒没好过七个人一个人好了一个人好了或者几个人好六个人好了一个人还有感冒哦大家一起吃喝分享食物不分享饮料或者戴口罩你生病了我戴口罩叫你戴口罩不代表不好朋友这是为了大家为了大家这里特别干你特别干的时候就拿一个毛巾去湿点水然后放在床头的时候就拿一条很薄的那些什么围巾啊就放在这里就是保护在这里不要让它受伤冷吗哦还好刚才刚吃了药我现在出汗那时候就你们没有围巾的话就拿这个就轻轻的在这里盖一下就好了保护好这里不要着凉不行你今天如果真的吃不消的话就别练了嗓子疼吧是你等会儿你先在这儿的话就放你就放在这儿而且你睡觉的时候要拿一个比如说这个其实就这样最重要是这里啊你一定要吃饭了吗吃了今天中午吃了如果觉得很干的话就很干很难受的话就放一条湿的毛巾在这儿啊我们每天都有开加湿器的加湿器你们每天开之前也要把它洗一洗如果不是的话洗戴口罩没有戴口罩为什么没有口罩吗有没有分享食物分享饮料有啊下去